刚刚吃完饭啊，我们今天坐港兜楼。我们要坐港兜楼去，这上面滑下来，妈妈不小心不行哎、欸。可以啦，当然可以，我们慢慢滑。我们来这一定要坐港兜楼上去啊。嗯。到上面照相也可以啊。好，小心啊，这边坡比较陡了，慢点慢点。停停停，慢点，这边坡比较陡了，妈妈，靠左边靠左边。对，那大八，喜欢大 S 型，八字 S。好，怎么会？转过来。哎，看到任何东西吗？你把鼻子拉下来一点。没关系，冷一下下而已。太陡了，停停停！太陡了，这边比较不陡，这边比较不陡，要大 S。可以吗？留在那边，留那边。都过的。你可以坐在板子上滑下去啊。
里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看，直接回转了。对对对，看到了。你来吧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有了，爷爷，大家都在。爷爷，你看清楚啊。在这里。我先堵了，我的高考先堵了。好，你到前面，我在后面垫后。没问题啦，来。单要录，我最帅单要录了。然后面又踩进去，好踩。好。爷爷，你先跟着我们的溜溜，就他就好了，溜溜就好了。漂亮了，到时候大家看风景了，漂亮了。走吧，我去打探也行啊。我不知道嘛。好了，走啊，一点都没有坡度啊，这还是爬坡。不要了，真的。你们要录多久？要后头聊不完吗？要录完，赶紧跑，快跑啊！
不会啊。那个了，你要往哪里？那一四啊，一四一 B 啊，右边，这边是我之前录的，啊，不对，好好好，左边。
收音机滑下来再做那个。好，做收音机滑下来再做这个。先去做这个。GoPro停止录像。